决赛，半决赛将只有七位选手能够和漫才兄弟一起进入到总决赛。最近有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说何广智撞墙之后会不会就不好笑了呢，我告诉你不可能呢。就有回喝红酒，酒庄有个哥们儿抿了一口，我一喝就知道这是右案的，吓得我赶紧夹了一口猪蹄儿，我说我一吃就知道这个是左前蹄儿。现在我们国内把这个东西这个生的沙拉叫白人饭，真的国外白人不敢这么叫，他敢叫自己吃的饭叫白人饭，黑人就炸了，你知道吗？有次在活动上也遇到了一个大明星，见了我特别热情，给我介绍说这是我的经纪人、助理、服装师、化妆师、司机。我也给人家介绍，我说这是我的经纪人、助理、服装师、化妆师、司机，五合一的王哥。去年这会儿我们最后这四个人正在新疆自驾呢，胡兰、毛豆、智胜、我，说是自驾，到了新疆我才知道这四个人里就我一个会开车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朋友在迪士尼上班，他前两天送了我两个玲娜贝尔，用黑色垃圾袋装来的，我都急了，我说这可是玲娜贝尔呀，他说对，但他对我来说最多算同事。前两天我只能让去算命，人家说他身上有只狐妖，他真信，他说我说我怎么变帅了呢？我不信这种东西，但那天我确实看着了，我说大师你说的是他身上这个玲娜贝尔吗？是吧？我们现在来看半决赛的最后一位晋级选手，请看。我觉得 K 的还多不多？对，应该是。